中国厦门举办海峡论坛即段时间，中国有推出会当予台湾人快速办理台胞证、居住证等等的服务。毋过，咱陆委会就表示，民众提供的个资会予中共掌握，着爱注意这是通证的保守。陆委会强调，申请中国的居住证，即、這个个甲手痕一挂文书，恐惊是会予中共提起而被用，受到监控的。 风险唔係多大，所以提青兵將就愛斟酌，只別何家己嘅权益受到侵害。